台湾彩券公司在今天宣布，今年端午节的加码活动，加码从6月1号起跑，由金彩539及39乐和彩领先加码。最受欢迎的大乐透将于6月9号加码100组的100万元奖项，而威力彩呢，也将于6月1号到7月30号期间，是头奖累计金额机动加码2亿元。另外 Bingo Bingo则将从6月25号起奖金加码16天，总加码奖金达到7亿元。台彩表示，这次的加码呢，将是端午节史上加码奖金最高的一次加码行动。民众从即日起就可以到全国各地的投注站指名购买端午加码的各期彩券，来试试自己的手气。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5分。